苹果新闻网一级升级新会员，各位好朋友，各位读者，各位观众，大家好。今天是中华民国108年的8月23号，今天是823炮战的61周年的纪念日，很精彩的，不是只有金门精彩。蔡总统到了金门去碰到马英九总统，然后呢，在台北有一场非常好玩的82361周年的纪念音乐会，是第一次首次的把郭台铭、柯文哲跟王金平院长三人从桃园三结义没有成型，今天早上的9点钟终于成型了。所以其实我们今天 Video Talk 的节目呢，我是吴宇生，我们今天本来要讨论的主题是放在王金平院长为主的观察，但是我想我们的节目就灵机一变，我们把它导到就从王金平院长，我们来看今天郭柯王三个人有没有可能合盟，有没有可能解体。我首先来介绍今天来上我们 Video Talk 的来宾。首先我介绍我立法院原来的好同事郝立伟，罗淑蕾，罗委员。大家好。我今天有点感冒。我帮他讲，他今天有点感冒和声音哑，请大家能够体谅。所以大家请原谅我沙哑的声音。好的，没问题。第二个我们介绍年轻少壮的国民党籍的台北市市议员徐宏庭，徐议员你好。主持人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市议员徐宏庭。是，第三位也是国民党的New KMT 的副执行长郑兆新。兆新你好。大家好，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郑兆新，很高兴见到大家。我想 我先就从这里来破题好了哈。我首先想先请教一下宏庭，因为宏庭是台北市市议员。今天早上郭台铭跟柯文哲跟王院长三个人的合体，你有没有感到讶异？还有从你的观察里面，你觉得是不是这代表了王金平院长可能吃了秤砣铁了心，要跟郭台铭做一个策略的结盟了？请教宏庭。坦白讲，我觉得从过去这个一开始传出所谓的这个桃园三结义啊，那到最后采用所谓用这个823这个炮战的这个纪念音乐会来做合体哦。我觉得郭柯王三个人的这个合体里面还是面临到一个最主要的一个挑战，也就是三个人并没有一个共同的目标。以目前看起来，郭台铭的目标看起来像是他还是在盘算他到底要不要参选总统，而他并不能确定说他有没有办法就是说一定的稳定的当选总统，但参选总统是他的目标。柯文哲的目标我觉得 也很清楚，就是说我不参选总统了，可是我要创立一个政党，而我要用这个政党拿到所谓的国会的关键少数，那希望从这个未来的这个国会来影响所谓台湾的政局。那王院长的部分，我觉得我个人是比较看不太清楚，就是说看不太懂的，就是说那王院长在这之中间，那王院长他希望的以及他的目标到底是什么。我觉得目前看起来我们只知道王院长的一个目标是我不要在所谓的2020的这个选战里面缺席，但是他要用什么样的角色参与，用什么样的一个身份参与这场选战，目前大家还是不得而知。所以在这样的一个前提里面，我们可以发现一件事情，就是说三个人的目标看起来不太一致。不太一致的三个人过去曾经想要合体没有办法合体，那现在为了用一个所谓823的这样的一个活动哦，做了一个软性上面的合体。我个人认为就是说这个合体的造势意义大于实质意义。那有没有宏庭的这个破题破得很好，他认为造势的意义大于实质。对，造势大。那我们也都知道郭台铭的参选的意志力似乎看起来很强，而王院长从头到尾就说他不会错过2020这场总统大选。是，然后柯P尽管他可能也说他不选，可他组了民众党，他要主导国会变成关键的第三党，以及他不讳言的支持郭董来参选。所以这代表这三个人某种程度当中虽然路数不同，理念不同，意识形态不同，可今天的结盟似乎有那么一点点美梦成真的感觉。选在823的今天呢，我想请教一下淑蕾委员，从你的观察来讲的话，你觉得他们三人成局的可能性高不高呢？我个人认为说不大可能。不大可能。为什么不大可能？因为理念完全不一样嘛。你郭董的理念跟柯文哲的理念还有王院长的理念，那怎么解体，怎么合体呢？因为柯文哲曾经骂王金平说他是老狐狸，那我们知道嘛，在民间被他讲老狐狸是很难听的。那今天王院长怎么跟一个骂他老狐狸的人合作嘛？那再来，王院长也讲
他绝对不当副的。那郭董可以当副的吗？不可能嘛。所以这三个人，我是觉得今天是这样。当然，八二三嘛，那有个纪念会在那边嘛。那在整个的三人合体里面，坦白讲，最积极的是谁？最积极的其实柯文哲。你看柯文哲多积极嘛，从很多说哎呀，怎么要桃园三结义，放消息出来的人，大部分都是柯阵营嘛。那今天王院长跟那个郭台铭、郭董是被请去参加的那个贵宾嘛？那大家都很清楚嘛，八二三其实对国民党的支持者来讲，是一个很重要的节日嘛。那郭董或王院长去参加这样的一个活动，是应该是理所当然。可是你要把说他们今天去参加这个活动，那看人说就是三个人的合体的开始，因为他们三个人之间矛盾还很多嘛。你看看各有盘算嘛，郭董的盘算是什么？王院长的盘算是什么？柯文哲盘算是什么？那各有盘算，互相要互相利用，那谁会成为被利用的一个嘛？就大家想嘛，那个柯文哲是想把王院长那个当作说，哎呀，他有组织能力，那他想把郭台铭当作钱包嘛？那你钱包以前我讲，以前郭台铭过那个郭董事长，他曾经跟我讲过，他说柯文哲是一个品性有问题的人。因为大家记不记得以前我打柯文哲设私账，就 MP149 私账去跟叶克膜厂商拿钱，那这个在那个法院的起诉处分书里面写得很清楚啊，柯文哲确实有利用秘书的名义去设立私账跟叶克膜厂商拿钱，那会判他不起诉是说那个法官贪污他嘛，因为那个时候是民进党执政嘛，民进党贪污柯文哲嘛，好啊，像杨武伟，我暂时插断你的话哈，对，我从你刚刚那个前提哦，因为你跟洪庭两个人都觉得说他们三个人的结盟看起来不太可能，对，可是有的时候形势比人强哈，我个人的观察比较不一样哈，我的观察就是说他们三个人似乎已经隐然成型，以郭董为主体哦。而且第二个就是王，没关系，对对。而且柯文哲是看起来我觉得柯文哲是一厢情愿，希望郭董选，希望有助于他，也有助于他民众党啊这个起身炮。那王金平院长呢，我们都知道他过去这段时间，从去年帮韩国瑜到现在对韩国瑜的失望跟灰心，所以很多人都说王院长吞不下这一口气。那一切一切的证据，往今天的组合来看的话，我接着下来请教赵新。赵新今天哈，本来郭董是不准备接受访问的哦，本来都讲好了，我记者就跟我讲。可是今天郭董临上车之前，他抛出一句话，他说：“我们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大家都是一样的，我跟大家都是一样的。”所以他讲出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这不就是一个登高一呼，准备起身去诉求国家领导人的一个方向？所以尽管今天三个人没有说他们结盟成功，他也没有宣布说要参选。但是这样的一种肢体语言跟行动指标，你的看法是怎么样，赵新？其实第一个就是说，今天选的这个日子哈，8月23号，823，当然这个是柯文哲搭起的一个舞台，但是823基本上来讲，就像刚刚委员跟这个议员讲的，它是一个对蓝营群众的意义远大于绿营群众的一个日子哈。换言之，其实在现在的政治结构底下，其实我们判断说，在两岸间对对立跟反送中事件的推波助澜之下，其实绿营选票的凝聚力相对是高的。过去柯文哲一直想要从这个蔡英文身上去抓一些觉醒青年的票，然后创造自己第三势力的，我们讲说中间性啊，或者是说中庸性。可是现在呢，很明显的，在我们讲说国民党的候选人虽然抵定了，但是呢，其他的包括郭台铭到底会不会脱党参选还不确定的情况之下呢，有一种氛围是大家想要去透过这个方式去测水温，说蓝营选票的凝聚力到底有多少。所以今天我们刚刚讲说，郭董在离开在上车之前讲一句说，他就是以中华民国，有点像以中华民国为己任，其实也是在定调自己是在抢蓝营选票这一块为优先的一个目标设定啊，在我看来是这个样子。但是就像刚刚议员跟委员讲到的，就是说今天这个活动的造势意义是不是大于实际意义呢？坦白讲，在三个人的目标设定跟利益都不太一致的情况之下，其实三个人到目前为止最简单最能够做到的一件事情其实就是同台，因为同台不需要有任何结论，
也不需要对任何的就是我们讲合作模式有任何进一步的发展，也不需要进到深水区，但是它可以维持一定程度的温度，至少可以让大家在观察这个形势的时候感觉到郭科王三方仍然维持一个友善的气氛，而不会让大家觉得说啊，郭科王是不是已经破局了，因为如果破局的话呢，基本上呢在蓝营这一块可能对郭的期待就是你应该会回来，或者是我以逸待劳，可是呢对于这个郭台铭来讲，其实在我们来讲郭科王三个人来讲，郭台铭现在其实应该是最拥有主动权的一个人，因为他既可以选择我要选总统，也可以选择我不要选总统，那不要选总统或要不要选总统，也可以选择我要帮第三势力还是回到国民党里面做辅选的第一工程，所以他其实是有选择性的，反而是柯文哲在目前这个状况下，因为已经成立台湾民众党，所以台湾民众党不管他要不要选总统，台湾民众党在这次选举的成败都跟2020有很大的关系，所以在这样子的一个结构底下呢，我们就会发现说其实有一点点各怀鬼胎，但是又想把这个气氛延续下去的感觉。我想一个不争的事实哈，欢迎 Video Talk 各位好朋友，苹果新网啊，一级新会员哦，大家升级的议会员一起来共同来关切我们今天的这个热门很夯的话题。很多人讲说，为什么会造成今天郭科王可能结盟情况，是因为韩国瑜最近的气势的确是每况愈下，争议很多，不断被打，塑造话题不成，反而不断的被批判，连合适的议题都反而变成负面争议的一个议题。洪庭，你看韩国瑜的情况是不是真的果真如外界所讲，说从7月15号他的初选声势到达最高之后，真的情况是每下愈况吗？他真的情况是越来越差吗？因为如果这个情况可能每下愈况的话，才反而会相对的去激发郭科韩结盟的可能性，客观情势越来越大，你的看法如何，洪庭？我还是要强调一件事情，就是说从韩国瑜的这个民调的这样的一个状况来看啊，其实坦白讲，我个人并不是那么的意外。原因在于，就是说当蓝营的整合问题没有被解决的时候，那所有总统选举的议题都没有办法被讨论出来。也就是说，所有的议题都集中在什么？有没有办法整合蓝营的分配，然后怎么样的郭台铭有没有可能出来选举这些问题上面。所以你会发现就是说在这同一时间里面，那韩国瑜尝试的去打所谓的经济议题、能源议题，尝试的丢出了所谓的国政顾问团这些部分，那所获得的回响都并不是非常的大。所以坦白讲，在我自己个人看来，就是说整合问题仍然是韩国瑜目前参选总统的议题里面的重中之重，这个问题必须先被解决，那其他的问题才有所谓讨论的空间。所以我在这边也呼吁这几位人士啊，我想应该尽快的坐下来去做一个谈判的这样的一个，不管应该坐下来谈，我想任何的可能性都不应该去做设限啊，坐下来谈才是这个目前蓝营选民焦虑的蓝营选民最需要的部分。那另外我补充一点，就是说刚所谓赵兴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是说三个没有共同目标的人，为什么郭台铭在最后上车之前会讲说捍卫中华民国的决心不变？我个人认为就是说以目前来说，如果真的要有参选的可能，他必须先解决蓝营民众对他的一个怀疑。蓝营民众目前普遍对他的怀疑就是，第一，你参与了初选，但是你现在居然还继续想要选，这是一个部分。另外一个部分就是说，为什么你会选择去跟所谓的柯文哲做合作？也就是说，在蓝营的群众里面，他会认为就是说，我传统认为柯文哲跟我并不是同一个阵营的，而你选择要跟他合作，你是不是被他骗了？骗了以后呢，出来影响所谓韩国瑜这样的一个选情。所以你可以看得很清楚，就是说为什么我不看好这三个人的合作，因为柯文哲的目标很明确，他一直在拼他台湾民众党的立法委员席次，而他对郭台铭参选总统所做的三次的发言，第一次讲什么？第一次讲说郭台铭必须先说服我他跟中国方面的关系，我才来决定要不要支持他。第二个部分他讲什么？他讲说郭台铭必须确定他自己能赢，那我就会支持他。第三次讲郭台铭参选总统的议题，他说郭台铭应该尽速的决定他到底要不要参选总统，这里面完全没有提到什么柯文哲要不要挺郭台铭做选总统这件事情。也就是他们既然没有共同的目标，郭台铭也没有办法确定说柯文哲以他过去的这个人格特质，他过去跟他合作的其实几个，不管是民进党新潮流或者是那个中天的这个蔡衍明蔡董事长，这几个部分都曾经遭到他的背叛，那郭台铭还敢不敢再继续跟柯文哲合作？我觉得这个也是他们三个人合作里面最大的一个问题所在。
我们常常讲说人人一把号，各吹各的调，他们三人可否成行，三人可否成众，三人可否结盟，那大家看法都不太一样、啊、我想很多人也不看好他们。不过这里面的整合目前最大的问题，很多人说整合的责任在吴敦义主席，因为吴敦义主席应该赶快去跟郭董见面，可是迟迟两个人、吴敦义跟郭董一直没有见面，一直拖延着。那有人说不对哦，解铃还须系铃人，这个应该韩国瑜自己要不断的去跟他、这个争取韩国瑜跟郭董的见面。那我私下所理解到的，韩国瑜也不断透过管道，可是基本上也没有办法跟郭董见到面。我请教一下苏磊委员，你觉得目前的整合，不管是从吴的角度，从韩的角度，是不是当务之急？还是你觉得整合在这个阶段当中，可能就变成一种流于媒体的报道，而以实际的情况可能影响不大了呢？我们从出现 以来，那个韩国瑜跟吴主席都一直要找去，都要去拜访郭董，可是郭董只说哎呀祝福，根本都避不见面嘛。一出现完，他就跑到国外去，那回来，那个我的了解，比如说那个吴主席，他透过郝龙斌也一直要跟郭董联系，郭董都不愿意嘛。那以及一直去那个用热脸去喷人家的冷屁股，倒不如不要了，算了。那韩国瑜会不会赢，其实在于他自己，只要候选人够强，候选人他能够提出让老百姓感受到说我选择韩国瑜可以让我过好日子，可以让台湾两岸那个和平相处，这样他才有人。可是现在韩国瑜是处于挨打，你看看从出选以来，韩国瑜他都陷于什么麻将事件啊，什么他政治现金事件啊，或又这几天的那个什么最终期事件啊，那这些都是韩国瑜自己本身惹出来的一些问题。比如麻将，你打麻将本来稀疏平常嘛，谁在过年的时候不打麻将嘛，对不对？在台湾来讲，打麻将也许在每个家人都那个打麻将不是坏事，可你韩国瑜不要把话讲太满，说哎呀我从当市长以来都没有打，那这个追踪器你只要没有确信的证据，你干嘛去讲这个嘛？你不仅说他自己的那个诚信会被人家打折，那你看看他讲了这些以后，所有媒体的焦点都放在他这些什么那个追踪器啦，放在他打麻将啦，放在他爬树这些身上，就没有去注意到他所谓他向他公布他的那个国策顾问团。那我们坦白讲，他的国策顾问团也不够亮眼，也不够说让老百姓觉得说你这些人能够那个有一些更重要的那个政策出来谈。那他的那个第一个政策谈出来是什么？那个合适。那合适大家都知道是个原子弹嘛，你更不需要去谈合适嘛，因为你现在老百姓关心的不是合适的问题啊，包括你说他到美侨商会去演讲，那个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他可以在美侨商会演讲里面去谈他的治国理念，你可以去谈说你美侨商会你们到台湾来，你这些美侨我如何让你们能够很安心的在台湾投资，能够让你们赚大钱，对，我有能力对解决五缺的问题嘛。那所以我是认为说在韩国瑜本身你够强，你就不要去说我一定要去跟谁整合，因为人家就不理你了嘛。那老百姓也看罗淑蕾委员他刚刚的讲法里面、啊、他其实点出了一个非常重要，就是说基本上蓝营如果要带领国家，而且国民党现在是在野党，要仰攻民进党的话，基本上要提出好的论述，好的公共政策。那尤其韩国瑜本身之前说莫忘天下苦人多，打中了很多升斗小民的心，大家都很喜欢，都很欣赏。那你接下来就应该提出来的就是好的论述跟公共政策啊。台语有一句俗话说，是不是问自己的，如果一切的争议都源自于自己被人家骂的东西，而反而少去论述到公共政策，的确就造成今天的落差。所以赵鑫，你的看法，你觉得韩国瑜到现在还来得及吗？他现在国政顾问团成立的，可是我同意苏磊委员的看法，国政顾问团没有给他带来好的加分哦，因为人家会矛盾的说，那不就是以前你骂马英九总统那一群人吗？那一群人
老狗玩不出新花样，能够端出好的东西吗？然后你韩国语的论述又是什么呢？然后你自己的争议又这么多，所以难怪目前的情况就处在你整个情势犹豫不决、停滞不前，甚至会逐步下滑的看法。赵鑫，你看法怎么样？其实韩国瑜的声势逐渐下滑，第一个当然也必须承认说，在高雄市长跟市政还有全国的议题上面，他有一点点就是说两头烧的状况，所以导致他没有办法很专心的在单一战场去好好的去专心的应付单一战场，两头作战就会两头都没有顾得很好，这是第一个原因。那么第二个，我认为其实应该要破除一个盲点，就是所谓的国民党整合不只是跟郭整合而已，今天国民党的总统初选是五个人在选，那里面比较重要的基本上是三个人，就是郭台铭嘛、韩国瑜嘛，还有朱立伦。那其实现在呢，郭王科他是所谓的第三势力，好像要整合。可是今天国民党自己的整合速度到底到什么样的一个情况？其实是两种整合速度的竞逐跟所谓的博弈啊，两边在比较。所以今天韩国瑜其实在跟郭台铭整合出现瓶颈的情况之下，其实可以加速跟朱立伦的整合。一旦朱立伦他作为一个国民党过去以来比较有正统脉络的形象加入韩国瑜团队，而且必须作为主将。其实我坦白讲，今天张善政所扮演的很多在政策上、在核四上所扮演的这种辩论角色，跟我们讲苏贞昌跟这个蔡英文在捉对厮杀的角色，就可以让朱立伦来扮演。我认为就会有非常好的一个，就是中央跟地方战场的分野，而且会有一个很好的 buffer， 就是有一个很好的缓冲，让大家会觉得说这个话是出自于一个其实对于选总统已经做得非常充足，无论在政见上、在态度上，相对中庸稳健、有准备的人在讲的东西。蒙上会做韩国一个非常好的一个 cover， 那我觉得也在选民跟选票的结构上呢，一定可以就是说不要说逆转嘛，可以保持韩国瑜一定程度，我认为至少三成以上的支持度。那这样子的话呢，国民党跟所谓的第三势力相对来讲，他就重新抓回这个主动权。那坦白讲，那郭王科，我坦白讲，在外面一旦整合进度，像我们刚刚讲的，没有共同利益，然后因为这样进度受阻的时候，反而会有点像是国民党才是你们的家，不要再在外面再流浪了，什么时候要回来？我认为整个民众的期待跟形势会因为这样而转变。当整合的形式存在，而且整合的形式转变的时候，这些技术面的问题才会迎刃而解，而不只是把它执着在说我打了几通电话，我晚上有没有去找他这些东西。我认为那都是技术面的问题，创造整合的形式才是我们现在所要注视的关键。我延续赵鑫的整合的这个观点，我认为整合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政治性的整合，一类是国家政策的整合。刚刚他讲核四这个问题就是政策的整合，你应该去寻找跟朱立伦的结盟，甚至因为你要谈核四，你一定要先问侯友宜的意见，那显然没有，所以这个整合是不成功的。那政治的整合，如果你找不到郭董，你至少可以找王院长啊，王院长很好找啊，王院长人天天都在立法院啊，那为什么吴敦义也好、韩国瑜也好没有去找王院长做政治性的整合呢？所以洪庭，你觉得整合在这个阶段当中，是不是还要，如果找不到郭董就找王金平，或者至少从朱立伦的角度里面都可以做整合，或者是说啊，我其实我的看法，我其实个人有一点比较不同意韩国瑜，就他从七月十五号提名到现在，确认到现在，他没有拜访过六都的国民党籍的县市首长，所以难怪连宜兰的林姿妙他都说他没有来找我啊。这个话其实讲的，我不认为是在酸韩国瑜，我觉得是一种蓝军的心酸。为什么我们的主将提名的韩国瑜，连我们县市首长都没有去拜访，那更不要去说去找卢秀燕了，去找这个侯友宜都没有。洪庭，你觉得这个时候韩国瑜要怎么不破网呢？整合怎么做？找郭台铭找不到，找王金平可以吗？这个时候还来得及吗？亡羊补牢，犹有晚矣。坦白讲，我觉得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我还是维持我刚才一贯的论调，也就是说郭台铭先生的目前的动向，就郭台铭董事长他现在的动向其实是重中之重。那我想可能韩市长他想要采取的方式就是先从最难的部分开始来突破，那现在看起来这个方式好像并没有获得很大的回响，所以确实像如同刚赵鑫还有委员所提到的，就是说那我能不能透过所谓的整合其他侧边，那他坦白讲这也是应该要做的事情，以及先维系我现有的支持者目前的这样的一个状况，然后来做所谓未来我们总统大学布局的这样的一个部分。我倒觉得就是说我个人认为目前短期的部分，如果没有办法在所谓的五到七天之内再见到郭台铭董事长，然后把这个整合的这个事情
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的话，那坦白讲，对未来的这个选战的整体的这个整个局势是非常不利的。所以应该这样讲，任何的候选人他都要有所谓的这个 A 计划跟 B 计划，也就是说如果没有办法整合目前我最想要整合的人的时候，那当然其他同一时间我的 tempo 还是该做的事情还是要做。所以我觉得以目前的状况来讲，确实他欠缺了所谓的 同时进行的这样的一个部分。那当然这也符合目前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提到，就是说以目前韩国瑜现在的这样的一个状况，其实坦白讲 党中央应该要有更积极的这个作为，那一起来帮助所谓的韩国瑜来做这样的一个部分。我个人认为应该这样说，就是说从目前现在的状况，从全代会之后韩国瑜市长正式成为中国国民党的候选人之后，全党应该要聚集所有的力量来帮助他。我们尽了全力，如果最后出现了什么样的一个状况，那发生了什么样的一个问题，大家再来一同解决，而不是说以目前现在的这个状况来讲，看起来很多人他并没有出到非常多的力量，可是他在质疑，就是以目前的这个状况来讲，有没有可能发生所谓因为民调滑落而出现其他的这样的一个问题，反而让这样子的一个选项出现。我个人认为这个某种程度上来讲，并不是我们讲现在所有人应该要去面对的问题，也就与其担心天要塌下来这种议题，还不如我们现在先拼尽全力，等到真的发生这样的一个状况，大家再来好好讨论。所以在现在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上面，我认为任何人都应该要做到，不管是整合所谓的王院长，整合郭台铭董事长，我相信党内有非常多人正在撮合这件事情。那我们也期待，就是说在这几天，我想这些前辈们、这些大佬们，他们都愿意坐下来好好的谈一谈，因为大家不要忘记一件事情，不管是王院长也好，郭台铭董事长也好，韩国瑜也好，甚至柯文哲，我相信大家愿意出来去做，不管是创党或者是参选总统，大家刚好有一个共同的目标，这个目标就是什么，就是2020不能再让民进党以及蔡英文继续执政下去，这个前提如果存在才有合作的可能。所以这也是我目前最怀疑的一点，就是柯文哲到现在针对所谓的民进党跟蔡英文一直迟迟不做表态，如果他没有做表态，我个人认为郭柯王三个人的结合是不可能成功的。好的，就是洪庭刚刚所讲那个观点了、啊。我个人的观察是这样，如果是韩蔡对决看起来两强对决，韩国瑜的胜面比较低，蔡英文的胜率比较高。可是如果形成韩蔡郭三强角逐的话呢，韩有可能赢，郭也可能赢，当然蔡也有可能赢，可是很可能因为会韩郭最后的结盟或者分进合集把蔡英文打下去。所以我个人的观察，我认为郭应该是想选，柯很希望他选，王院长也乐见其成。所以目前郭台铭从今天的这个823的动作，我用四个字来形容，我认为郭台铭是保持一个静而不宣的一个态度，就是我在准备竞选啊，可是我还没有宣布啊，因为我时间我还早啊，因为我到9月17号我还有时空环境还来得及。所以我今天我个人的观察啊，我尊重三位，三位都认为说他们三个人结盟的机会不大，可是我的思考刚好相反，我反而认为韩国瑜的声势越往下走，他们三个人结盟机会越大，而且民调不断的出现出来，就是说他们如果是三强鼎立的话，郭的组合不管郭跟谁组合，只要有柯文哲的支持跟王金平的支持，郭是可能打败蔡英文的。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下，苏磊委员，你觉得这个阶段到底整合国民党还能够做什么？连战可以做什么？马英九可以做什么？吴伯公可以做什么？也就是说这些国民党的大佬到底能不能帮吴敦义或帮韩国瑜，我到目前为止我也没有感觉，所以我不晓得说这个整合到底是定在什么地方，或者说整合是大家讲讲罢了，如果能成就成，不成大家也不能怪谁。不是整合，怎么整合？难道整合是说去跟郭台铭说你不要写，请你来支持韩国瑜，郭台铭愿意吗？所以那郭台铭说，那你去劝韩国瑜不要选，让我选，有可能吗？不可能吗？那郭台铭会不会选？我刚刚提到说，他们三个人要，就是说郭台铭、王院长跟柯文哲三个人要合在一起，我认为是不大可能。可是郭台铭会不会出来选？郭台铭一定出来选，因为你看他最近的趋势，叫一个不选的人怎么可能一直去增加他的发言人呢？他花这钱干什么？你看看过半的发言人，哎，有第一代的，
第二代了，像第三代的也出来了，增加很多生力军啊，也有听说哎，他也在发展什么 APP 的什么联署的一些动作，所以郭台铭会不会选，我们都认为说他会选。那现在是这样子，现在说与其说要我们党内的这些大佬去整合，又讲怎么整合嘛，你去讲人家都听你的吗？摆明的，你说吴主席没有努力吗？我相信吴主席很努力，谁愿意看到国民党这样四分五裂嘛？可是吴主席的努力有用吗？没有用嘛？你要去见人家，人家不见你嘛？那现在关键在哪里？关键就是在于你自己韩国瑜有没有强，够不够强嘛？记不记得那个时候韩国瑜在选高雄市长的时候，他够强啊？连那时候在选市议员，台北市的市议员有人挂看板怎样？不去挂丁守中的，去跟韩国瑜挂在一起。包括新北市也很多啊，很多边远地区的市议员，哎，他不跟他们的县市首长挂，我那时候是市长跟议员选嘛，既然都要跟韩国瑜挂嘛，那时候韩国瑜一个人够强嘛，那你今天只要韩国瑜够强，你刚刚提到说哦，林智妙说、哎、他没有来拜访我，我是觉得说国民党的这一些、哦、我们所谓的县市首长，假如你今天是认同国民党提名的人，你不要等说人家来拜访你嘛，人家来支持你嘛，你知道吗？人家来拜访你嘛，你就应该主动的、哦、主动出来帮忙，因为候选人最忙嘛。像我们那时候台北市长在选的时候，很多人都抱怨说哎呀丁守中都没有来看我，我第一句话就跟他讲，假如你真心要帮助丁守中的话，你就不要讲说他到底有没有来看你，他来看你很重要吗？他只要到面前说哎，拜托你来胡选吗？我这些重话我都不要讲。所以问题出在哪？出在韩国瑜够不够强？那韩国瑜只要够强，大家都靠近来，你该不用去管郭台铭，不用去管王院长。其实以前王院长讲过一句话，我那时候一直都觉得很感动。王院长他那个时候只要我国民党有人要出来危机参选的时候，王院长都跟他们讲说你会赢呗，你若不赢，你何必出来做那种损人不利己的事情呢？而且王院长该赶快呢，你出来你会赢呗，你若不赢，你何必呢？你何必出来说做那个损害国民党的事情嘛？那刚刚去医生，我刚刚同意你的想法。其实我个人哦，我是希望郭台铭出来选，因为你从几乎民调来看嘛，假如是蓝绿对决，那很多民调都说韩国瑜输了，啊，那三卡度都是谁赢？都是韩国瑜赢的几率比较高，或郭台铭赢的几率比较高，所以三卡度不见得对那个韩国瑜不利啊。还有一个最重要，现在因为郭台铭还没有想说他要选，所以现在是全国的那个观点，全国的注意力都在哪里？都在韩国瑜身上。只要韩国瑜稍微做什么事情，都一直批评他，包括什么他几点上班啊，他怎样啊，全国的注意力都放在韩国瑜身上。好，罗淑蕾委员跟我有一个，我们有异曲同工之妙，就是说我们两个都认为，媒体也会去看他，可能对韩国瑜是有帮助的，对、啊，形成三强鼎立的情况之下，是人人有机会，但是三个人没有说谁一定胜或败。对，周星，我想顺这个话题想请教你哈，因为我也观察出来，韩国瑜现在在年轻人心目当中，尤其现在正在看我们苹果新闻网啊的好朋友里面，很多都是年轻的朋友。年轻人现在对韩国瑜怎么会变成这个样子啊？所以因此很多人讲，就是说韩国瑜的年轻票会是他最大的危机。所以如果有郭台铭出来，柯P帮他拉走一些蔡英文、民进党的年轻票，也许还反而能够消减一下韩国瑜的压力。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我想我还是要回过头来问你，说从年轻票这个角度来讲的话，你觉得韩国瑜是不是真的是没有机会了？其实要看他后面的选战的态势啦，就是我们讲说选战是组合拳，韩国瑜是队长，是一个篮球队，你不可能说从第一人到第五人全部都是中锋，或者是全部都是前锋。所以我就刚刚讲的这个组合，如果说我们刚刚讲说是朱立伦这样的人的话，可能对于年轻人来讲就有一定程度的吸引力。但是我要回到这个，就是说到底是韩国瑜对年轻人没有吸引力，还是我们整个国民党其实对年轻人都缺乏吸引力？我觉得后者的成分可能更大一点。可是呢，重点就是回到说，如果郭台铭本身对年轻人的吸引力到底有多少，如果是取决于跟柯文哲的合作的话，其实这就点到了一点，就是郭台铭一直所在乎的，
就是如果今天柯文哲没有要跟我一起搭配正副配的话，你自己成立台湾民众党，到底你柯文哲的年轻人有多少的选票可以成功的移转到我郭台铭的身上？如果不能够成功移转的话，我是不是只成就了我的，我可能原来选总统有 20%， 对选总统来讲是选不上的，可是这 20% 如果转移到台湾民众党身上的话，可以为台湾民众党创造非常多的立委席次啊。那、啊、如果是这样子的话，会不会是我的利益全部都转让给你，但是我什么都没有得到、啊、所以我觉得这个就是里面三个人里面有这样的一个疑虑存在。对，我们今天Video Talk 的节目、啊、最后的阶段，我想给三个人三位好朋友一点点时间，我们等于做一个综合的结论啦。就从今天823这个61周年的纪念音乐会看到的郭柯王可能的组合，到韩国瑜的困境，到国民党的整合，到整个国民党如果争取年轻人的选票，我最后我想第一个结论请洪庭来谈一下，就是说你觉得这个阶段国民党该怎么办，韩国瑜该怎么办，或者你建立郭台铭该怎么办。我想我非常的忧心在这个前提上面，就是说我一再的提到一件事情，就是整合这件事情是重中之重、啊、原因在于我不看郭台铭跟韩国瑜个人的支持度，而我看的是什么，我看的是台湾民众普遍认为，就是说你国民党在初选之后为什么没有办法团结，这个整合的问题其实影响到的是民众对于国民党的信心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如果没有办法在短时间内解决的话，我个人认为以目前蓝营选民的这个焦虑感来说，有可能会让选举发生了崩盘的这样的一个状况。也就是说如果两边都还没有办法去协调去整合出来，那两边的支持者会开始产生所谓互相攻击的这个状况，当互相攻击的时间久了，那最后整合的这个麻烦点，也就是说选举到最后发生弃保的这样的一个状况，那它的效果就变得比较有限。我想每个人都在看所谓的民调三咖度的时候谁有机会赢谁有机会赢，但我还是要提醒几位，就是说几位前辈们一点，就是包括韩市长包括郭董，我们与其看每个人自己的民调发现说在三咖度里面谁比较有机会，但大家没有看到一点，就是韩家郭的民调远远的超过蔡英文。那当然韩家郭的民调是 58% 到 60%。 所以在这样的一个情况里面，当然我认为一点，就是说郭台铭董事长如果要参选，我希望你能做到一件事情，就是你要逼柯文哲讲出一句话，就是你一定要逼柯文哲讲的一句话，就是柯文哲支持郭台铭的原因是因为柯文哲也没有办法接受民进党跟蔡英文继续领导中华民国。当他讲了这句话之后 okay, 我同意当他讲了这句话，大家才能够理解，就是说你不是被柯文哲塞隆出来然后呢去影响韩国瑜的民调这个部分，那蓝营才有可能去讨论说未来的整合的这样的一个问题。但我还是提醒各位，就是我还是提醒这几位参选人，就是说我仍然希望一件事情，就是如果大家的目标都是回到最原始的初衷，就是中国国民党不能够再继续输下去，中华民国也不能让民进党跟蔡英文这样子的一个仇庸式的这样的一个集团继续统治下去的话，我相信这些前辈们会做出最好的选择。好，抱歉，那个苏立伟，你最后简短的做一个结论，你听了洪庭这样讲，你觉得怎么样？我跟洪庭哦的想法不一样，不一样，因为你现在你说要整合很难呐、啊，因为各有盘算嘛。国民党每次讲团结。所谓团结就是说你来支持我就叫团结，你不支持我就不叫团结。韩国瑜你看看他当时为什么得到那么多的民心，他当时提出说北漂青年回乡吧，哎，多感人啊，他说破出去人进来高雄发大财。所以我还是强调韩国瑜一定要赶快在最短的时间里面拿出一些撼动民心的政策，说我韩国瑜一定可以做到比你蔡英文更好，我一定要让两岸能够和平相处，就说你要有感人的政策，只要你韩国瑜够强谁都不重要。那你说国民党，你国民党现阶段好没有错，国民党现阶段应该怎么做，国民党应该赶快帮助韩国瑜去提出一些好政策，而不需要再浪费时间说我要去跟谁整合，因为整合太自然明嘛，你郭台铭那不是整合不可能的了，所以这个赵先，你给我们一点结论吧。你最后的画龙点睛，你觉得这个局有没有解？如果有解的话，该怎么办呢？
我觉得像玉生委员刚刚讲的哈，就是郭台铭在上车之前说我为中华民国要奋斗哈，大家都觉得说他是为参选总统去奋斗，我倒觉得他是在为自己有机会在第三势力发挥，但是也有机会回到国民党成为头号辅选大将的，保留一定程度的空间哈。所以我觉得当然在最后呢，我们没有办法去控制他个人的主观意愿，但是客观上面来讲的话，我们要持续的来做努力。该做的整合当然还是要做整合，但是最重要的还是说我们要创造客观有力的整合形式，就是我们国民党自己要先展现出来我们整合的速度大于第三势力整合的速度，也就是我刚刚讲的，除了郭台铭以外，我们跟朱立伦整合的速度，我们跟六都候选人整合的速度，以及我们跟党中央以及跟其他的我们讲民意代表整合的速度，如果先能够快速的凝聚成一定程度的战力的时候，国民党就会成为一个家的感觉，而不是在这个家里面的人就有点像是在外流浪，这个时候我们再请这些在外面流浪的我们这些大咖赶快回家，这样的局势形成的时候才不会被更多的有见缝插针的机会。因为今天包括柯文哲包括蔡英文，其实他们都是看到了国民党有分裂的可能，所以才有见缝插针的可能，所以我们先巩固自己这一块，我觉得是在这一些步骤里面的优先顺序里面最应该先做的事情，那这样的话我们还会有一定程度的胜率，我认为。非常谢谢啊，我还是回到刚刚我引用的那一句台湾俚语啦，西门西门嘎滴啦，蓝军的人基本上反省能力比较强，也因为这样所以蓝军自己自我批判比较多，而且大家都觉得说团结不如民进党，但是不管怎么讲，今天这个局蓝军要解，韩国瑜、郭台铭、吴敦义、朱立伦，所有关心国民党希望国民党或者蓝军能赢的人，我们大家继续来观察一下，反正9月17号就可以见真章了。今天非常谢谢罗淑蕾委员，非常谢谢徐荣庭议员，谢谢郑昭新，谢谢，我们下次再见，各位朋友，谢谢，拜拜，谢谢各位朋友，谢谢。